弹头急速灌装机，摒弃了传统气缸式灌装技术，采用伺服电机加转子泵灌装，精度更高，应用范围更广，可输送高粘度加颗粒的物料，灌装范围5到5000毫升可调，灌装速度可达到30到50平每分钟，触摸屏操作 ，PLC 控制，操作简单，控制精准，不泄漏污染，可选配铁氟龙极提鲜密封，可灌装各种酱类、蜂蜜、化妆品、药膏、肉馅、眼球酱料、液体等。